各位 YouTube 的战友，大家好。这个一觉睡到8点左右了啊，晚上了。最近这2天到了之后啊，都是不停的朋友在一起交流啊，吃饭呐、喝酒啊等等，所以说搞得这清醒的时候特别少。趁着这个刚才我睡了一觉，起来之后呢清醒了。这个我们呢，这个我带大家呢，这个去逛一下这个这个什么，传销会儿，啊，给大家掏一些漏。是准备的了吧？啊，那个，哎，啊，那400，是吧？这600，他俩差的大几十。那等于保老，你拿这个，那个就是大几十年了。是这个老，这100多年呢，200来年了，这个。这老的品相不好。这品相还不好，大哥哥，我可求求你了，我的妈！品相差点。不是，那你的可以还我，那我要600，能给我600，怎么可能？是是是，是吧？是，对。我这多少得扶着点吧，咱们都同行，对不？你这是银子，你要一般看不出来，都说是白铜的。那你气银子，咱也没招儿。对呀、啊，是银子呢，不是纯银子。嗯，含银量30%以上。这个错，那什么没有了？没了。上面那个丢了，后打的。丢了。嗯。要查就完整了，就留了。对，动过手脚了，对，主要是，要是没不常见的，一瞅，哎，这是吧？看不明白，咱们明白的，咱们老玩的能看懂。我也不懂，就是喜欢。你这个东西就是一眼货，这东西，嗯，不用瞅。老的，那老的没有问题。太自然了，这多少钱？那个700，咱俩是一套，那都是 K 金呢，10K 金呢。人家就是不跟不明白的人说话唠嗑费劲。海泡石、老蜜蜡，这都是10K 金的。嗯，那你我卖货要东西一点都不瞎呀。嗯，实话不？嗯。关键气这家我，这家有这有磕是吧？那正常，有点小碰很正常。没事儿，喜欢你就说，能给你够得上指定给你。同行咱们没有那么多废话，我也上你那买货，对不？正常嘛。嗯，那点磕不算命。哎呀，现在这藏友都挑，非常挑剔。那也不算命，那算啥命？老蜜蜡没有不碰的。400行不行？兄弟，400是稍微有点儿、少了点儿，是不是？嗯，但是那关键我这没有缝啊。你再添点油。我估计我就出的话，就出给藏友，也就是4+50，就是450。我出才450，你说我咋给你添，是吧？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东西，我估计可能别人连问都不会问。这太多上手的了，这是别人报都1100，我上完一环，我都这么个，我这么出去。这欧洲的货。对呀、啊，英国的。嗯，欧洲的货。你给我添点，少添点吗？哎呀，实话，那真的不行啊，那就下回再转转，老板。没事。开一张。啊，开一张。好嘞，都10K金呢，真的，这一点不撒谎。你这都是明白人，这玩意儿一，这玩意儿不用撒谎，这玩意儿还用瞅吗？你看这，400不贵，说心里话，这在国外400也得400。这还不是中国，还不是人民币。不，人民币，当时说人民币也就是400块钱。你这是真想开张了，我能感觉出来。对，今天我就卖了他妈500多块钱，有点少。要是打死我也不想卖。支付宝，我转给你，是吧？支付宝也行。我这也是很难。哎呀，这个涨了，这传销会吧，有的时候价格太高，没法入手。你看我开价都是瞎逼开不？不是，那不是。我怎么得扶这个百八的，对吧？对对对对。我这人做事跟别人不一样，我这都在这屋待6年了，这是我的一般的老人都知道。我在这我从来都不瞎说，从来也不瞎喊。老板很实在。你要这东西谁报400？我的利润也只有10%啊！对吧？哪有报400的？你告诉我，对不？那这个开玩笑呢？这个年时间短，这个7-8年绝对有创汇，肯定到了，对吧？这2年这个脱奖类的东西
炒的比较火。对呀、啊，因为它就是炒的比较火好嘛。那我烧也贵呀、啊，对吧？嗯我不可能一百烧的，不可能，那不可能。反正我先揣起来，嗯，揣起来。对，我就说实话嘛，喜欢你就给价，差不多我给你。我就想今天想出点货，闹心了今天。好，老板是哪儿的？我鞍山。鞍山的哈，这个珠子怎么样呢？十万。这珠子好。千年。至纯。对，保千年。嗯。这个珠子，看一下吧。就是小，它就是一眼破山了。它是对，换一个如意的话，那都得超过十万了。底下有一个眼吧，应该。对，天地眼嘛。天地眼。嗯。小友看一下啊，这个珠子最老的。保千年的珠子。嗯。那一个盒都200多，我要我配它呀？对。老的，老板要的也比较实在啊。我再跟咱们厂友说一个小技巧吧。所有的天珠啊。你看上去滴溜圆的，你就基本上就已经死一半了。对，哎，看口道看粗的，哎，对，两只手，一只手这么转，一只手趟它，看它是不是一个纯圆的。完了看孔道啊，这个我就不太细讲了。咱们厂友这个纯手磨的珠子，一眼的东西呢。嗯，厂友那个什么，哎，有的厂友会觉得他自己的啊也是值四万哈，值五万，值40万。我那里的珠子。也有满珠啥的、嗯、这里面吧，就是有值四万的，有值40的，也有值400的，500的，对，100的，对，这个玩这种东西，厂友一定要懂，咱们厂友一定要懂，你不要觉得在视频里说这个四万了，你就觉得你手里的珠子也是四万四十万的，千万不要这样。你这都过千年了，嗯，地埋火供，火供，嗯，什么叫火供？跟厂友说一下。就是过过火，知道吧？啊，后期，在供奉的过程当中，香火烧过了，嗯，那有法力了，嗯，完了之后呢，像朱砂呀、满朱砂呀，我在视频里，我在作品里都跟咱们厂友讲过啊。你像这玩意儿就30、20、10万8块一个，那玩意儿对，是的，嗯、对我实话。对这不是我的、嗯、这也是这个同样的东西，但是价格就是天上地下、嗯、是吧，咱们厂友要知道一个他妈的了主太爷、嗯、一个大的时候的大的时候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杂项的行里水啊真的很深，实际上它比瓷器要深很多。你看这些做视频呢，我一直在讲瓷器的收藏，但是这个实际上杂项啊真的也很难呐、啊。啊、我拿点中端货都卖不动的瓷器，别说高端更不可能。嗯，这是老的。嗯，那老的我看了。这是过去2000年。这个老的，但是现在这东西出不上价啊。这是嘎嘎老的。嗯，咱们厂友记得，你会觉得哎，老的怎么这么丑呢？啊，我就说过，你用你现在的审美观，你去看这个审视这个东西，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古时候的工艺它就在这儿呢，这民国仿的东西，仿着汉的，你看它这俩劲儿、嗯、一瞅就贼，对不对？嗯，包括玉料，嗯，玉料呢它也不是就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和田料，最后呢你看它的这个做的这个提油啊，这提油工艺特别死，知道吧，沁的特别死，死板，非常死板、嗯、黑的就是黑的，黢黑的一块、嗯、知道吧。哎，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你看人家沁，嗯，这个是和田料，嗯，照明，不用拿都知道是和田料，糖料，嗯，嗯，好，我再转一圈了吧，好，回头见，啊，你这在这准备待几天呢？还，我呀，嗯，这常年包，我这随时待，随时走，啊，想走就走，啊，这次交流会人不少啊。啊、对，我上千，上千万房间。今天卖他妈没超过5000块钱的，他妈生气了。哪天也没卖这水银。是啊。唐卡嘎嘎的。嗯，有点这个卡有点。唐卡没有新的。有点。唐卡多少？有点年纪，但年纪不太很浅。轻。达不到。差不多。达不到轻。但是后面是沙的。嗯。要、嗯、表上。啊，表上。好，再见。好。
这种望远镜咱们欧洲的厂友看的是不是比较多？出来了，和咱们厂友说一下啊，这个当我比这个大手指头的时候，就说明基本上都是新货，知道吗？啊，厂友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刚才那个放大镜，那个望远镜，实际上也是新的，知道吧？哎，我只是那么说啊，就是我要告诉咱们厂友啥呢？现在中国的仿品，不只是仿我们国内风格的，现在也有仿国外的东西了啊，这个厂友在国外捡漏啊也要注意了啊。这怎么卖的，老板？那个300。嗯。好。现在这些小元素价格都有所涨啊。嗯。这都100啊？不行，都100又打包了。啊？一百二。那大的300啊？300多的。350。给340行了不？330。常有知道这是什么吗？都老的啊，这些全老的，啊，这些全老的。我可就得买那个锁子去了，我就放这台。这三台风油会卖回头就扔了，又开始了。但是就是没有什么纹饰，因为这里面有错银，有的有错银的价格高一些，知道吗？哎。哪个？那个200，老板都100包了，对呀，不能说都100，我一个都不行啊。就这样子吗？这张那个600，水晶章，那就都150，150也不行啊，真不行啊，全包了，全件也不行啊，啊，不行啊，真不行啊，都150也不行，好。这个篮子多少钱？老师，我一个，都这么白铜的，这都老的，这都是老的。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跟咱们厂友说，不是说所有的老的东西我们就买，啊，但是我有的我会告诉大家是老的。那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况？可能是咱们厂友会觉得，哎呀，老的东西也价格不高，你为什么不买？那是因为是什么呢？厂友就有的时候啊，就是像作为我们这种行业的人，看老的看太多了，啊，你会觉得很稀有、很稀奇。但是我们看多了之后呢，其实确实是便宜，但是也。不想买，给厂友挑的呢都是精品，或者是都是值得厂友收藏的啊，这才会推荐给咱们厂友。
老板是做回流的。嗯，对。这个多少钱？这个。有。单个那个梳子是，就我是放在上的，跟那个没关系。梳子跟这没关系啊。嗯。梳子多少钱？900。那这两只呢？这两个1500。咱们欧洲的厂友肯定会经常见到这些东西哈。漂亮，这东西是对的啊，厂友，东西都是对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啊，行内，能识别出来这种东西对和不对的人不是特别多，还是在国内还是偏于小众。这个最少要多少钱？给700。400行不行？不行。啊，不行。这是戴帽的啊，咱们知道一下材质。啊，东西对的，材质也是对的。这个呢？900。烟草盘，抽烟斗用的。嗯，好，漂亮。都开门，那东西都没争议。对，都是对的。都是老的。嗯。像我们美国的厂友很难见这些东西，就是见的比较少，还是欧洲比较多。在美国厂友可以看到了，肯定可以买。这是老的。很有意思啊，这。这是借用这块石头雕的这个，俏雕的一个小蛤蟆啊，材质也是对的，这是翡翠的，老茶友，知道一下。这多少钱了吧？3500。对。这个价格都是不同吧，老板？对，不一样。啊。这个多少钱？像这种。4000。这个价格高一点是吧？4000。厂友了解一下价格啊。这个便宜点吗？这个最少要多少钱了吧？这个3800。3800。2000行不行？我想，好。3800啊，差点听到了吧？就是，不是说它不值哈，啊，但是只不过是我们2000拿来，我们卖个2000多一点啊，这是可以的。你像在这儿很难成交，就他卖3800卖的比较高啊，这东西呢不值这些。戴眼镜，刘哥，我800给他了，在我们这儿1500不卖啊，赔几百，赔200，赔300。我那玩意儿是600买的，完了抽壳了，
他给过他四百好几回，他不卖，他家给他四百不卖，上这儿来，三百能五六个应该。这多少钱了吧？二百。行吧，行吧，嗯、二百六不行。那就给二百八。这个是这个藏式的啊，嘎咕盒啊，这里面装一些小的。来来来，不差十块。二十万年，我尼玛，刚才。不行。这不让一口气里不能管。刚才直播就给我删了，啥也没买着。嗯，没合计。我跟你说，你这今天这那个收款记录让大姐看看，这真的这八百。嗯，跟前儿就那么，我们37的大牌。我3号就来了，到现在。挺漂亮。37的大牌那么大。我3号就来到现在。1500在我们那儿1500不卖，那么远拉回来800卖。你老婆还让你卖呢。这个多少钱？行了，包一下吧。哎呀妈呀！超值，我们有啊。哎，有。常有人喜欢的。这个啥？省一次。花个钱回去睡觉了。走了，那还有点自慰。来，便宜点。不是，啊，你说，你说，那都欠人的啥呀？啊，欠人的老的。我不太懂，这200吧。200不行。行了。我说的那个价就基本上就是卖价的。哎，200没，要不然没有缝啊，老板。嗯，这个怎么赚钱呢？我就崩溃了。我跟你说，我3号就来了。你说我明天不走，后天早上中午就走了。你说我还能不能崩了？嗯，我都一个月了。嗯，哎呀妈，都给我折磨疯了！这个一个月了啊，嗯，给我折磨疯了。这几天交流会啊，你不要走啊，等两天。要走了。等两天，马上，那个另一个交流会又开了。对。嗯。这漂亮，没有。他们都是嗯，哪个能赶我这个老婆没有？我走的市场都没有。我就看那家有个，还家有个坑，咋还跟我们俩掺了？那人拿走了，啥玩意儿？幺零吨。嗯，拿走了啥玩意儿？他是都不讲价的拿走，那玩意儿那都6700东西。加40，老板。拿走了。行不行？这个拿走了。啥玩意儿拿走？这玩意儿。哪个有啥用？哪个？这里面那个支付宝的。嗯。这玩意儿你就嗯，谁也没有，上面一个佛，一个佛。嗯。真正叉叉都没有这个好。嗯。没有。嗯，叉叉比较软，其实叉叉比较软，容易碰到。你看后面那包子还带个芯。240。啊，来，支付宝，支付宝。到手。这个800，这是个辽金的一个金镯，完整的一个座盘。我看楼下有个腿断的，佛要是断了东西就不行了。那佛有残不行。佛有残。残一样。所以咱那是完整的。你找上了？嗯，我那什么，刚啊，好，支付宝，烧脸了。支付宝不是，过去了哈。啊，嗯。信号不好，卡的要命，走。嗯。咱这东西都剩精品，他播直播他也不行啊。嗯。没法给他放。这哪个珠不仙？你看这窗户啊，这小珠佛啊，看，是这个珠子。哎，那窗户哪去了？来，那个窗户在我手上。啊啊！我瞅你扔那儿了，我就划了手上。嗯，这雕的挺好。那过去这人都花大价钱买的。8000买的这个女大老板买的，是吧？完这人玩够了，玩了7-8年之后放出来的。这没什么年纪，嗯，年纪小，雕得好，雕得好。这个座儿是单独的，不是啊？单独的是吧？嗯，这座儿多少钱？座儿管座儿。这座儿多少钱？这座儿4000。座儿太贵了，老板。座儿的，这个座儿是官座，上面应该一个。
宫廷那个小翡翠碧绿的青蛙做的荷叶的。你看到桌有两面宫廷吗？没有。料都是一级好，紫檀花梨都得越过。这不是小叶的，是皮内还是？这不是小叶的，这就是酸枝的。它应该是蘸点就是，这酸枝吉祥的东西。这都不是啥。花梨得吉祥的，不能倒掉。我就看看你来，我就瞅一瞅。你回去时候把凳子。十三样一个价格。我刚才坐坐车来的，我瞅遍哪儿。来家老贵了，我不知道你高了。对，有时候哥们问我半吊子要20万。那瞎要他。他哎，我做个木鱼的棍儿。待会儿到酒店老好了，也是这七色的，红的。你那也正好配套呗。你有棍儿吗？不要棍儿。不要棍儿。你要敲你找我。还敲我这玩意儿私给你，不告诉你。你转一个。对呀、啊，必须得不赚钱。一百上买呀，今天也要买。不卖，不卖，不卖。别人好，你这三件您都拿去了，给藏友留点机会吧。你把这个便宜的三件，就是价格低的都拿走了，你这等到藏友那个啥呀、啊？啊，藏友不得寻思我造假啊，是自己留下了，是不是？人不能包的，8000多块钱。那我包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啊，啊，这又多人了，没多人是我的，没人这摊出摆的，我把这背包里的都摆出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买两件，是不是？你留给藏友留一件，因为这个视频刚发出去，行不行？啊，贵。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买两件，他不是高山的，留给长荣一点，因为这个视频刚发，保他两三五年。我确定啊，不保他都不见得。或者那个你留一件，你自己选啊，或者你要你就再看看，怎么整？既然你说话了，要是一件不留，肯定是不好。我正在逛这个，交流会呢，一会儿还有东西讨论了，回头可以先发给您，好不好？我正在看看。看我的藏友，视频刚发出去5分钟，直接就把便宜的全搂走了，我还得求着人家，不让人家全买，操！全买了，怎么没法解释？我这，万一那说我作假，他妈都那什么了，说都自己留下了。蓝红啊，蓝红说错了、啊、哦，我站广了呢啊，对你说蓝红给我整懵了，对我寻我看错了呢，哎，是我说错了，这事怪我了。嗯，刚才那个视频啊，就是刚才咱们藏友啊，这个正好看到之前的视频了，直接就把东西要全包掉，这个买好几个，我劝咱们藏友少买点，给其他藏友一点机会啊，因为都是放漏的啊。这串怎么卖的？1000卖啊？1000，都是实实在在的。
那小白杨呢？那个，那个给我六百。这表妹那好。那个，他俩差不多。他俩是一个千，差个千倍。都是我们一个贵，你便宜的玩闹着玩儿。我给你就是，你看咱哥俩出来，我给你就是小点。你看上回看那三的，你给我三万啊，六万崩下我就干了啊，直接崩下干了。当天就你问完我，当天。那个扇子我不错的。你知道我现在卖的，你知道咋的不？我藏着回京了。你知道那现在又送回州的，就得给我十几万那扇。那好，那块好，那块能打个料。撂二十年了，差不多。十五年。这个少点行吗？真少不了，跟你说。我带回来自己玩去，让我带回来去。我跟你这都是我都没加钱，说实话。现在求着过都求不来，你就认呢，省我一万。就这意思。不行不行不行，我赔，不赔是王八蛋，来不来？珠峰，你现在你也知道价格，那不像羊肉公，比那羊肉公都贵多了。我料也不怎么太好，这玩意儿，这种红皮子我没卖过，这种红皮子，早就卖过白的。一千多个房间，咱们厂友知道吗？就是走起来真的是，真的是非常累啊！从路到现在为止，我们才走了十多个，你想一想，一千多个房间，所以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市场氛围啊。当然这种交流会也不是说常有的啊。这直播的，其实为了给大家录段子哈，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屋里头全是新货的时候，对于我们捡漏的才能有机会捡到老的漏，但是为了给大家那个要快速推进，所以说有的屋里全是新货的，那我就基本上不逗留了。对，今天比昨天卖了300倍啊，不简单啊。你在哪儿啊？你怎么整天在酒店有家不回？你怎么住那么好的酒店？哎呦呦呦，你跟谁住啊？啊？呀，你不放假给我一个小号？都是新的。这个按克呀，还是？只有论个。按个啊？啊，对。这是打开吗？不用不用不用。按个啊，我不能在老的没生意，跟咱们厂友说一下，我这东西都对的，都是对的啊，这是对的，老的。像这个多少钱？4500。这大概能有一克？有三克多吧。三克。三八二点四。好，谢谢啊。三克多啊。三克多呢，我们行内呢就是纯啊，那个是老的啊，跟咱们朋友说一下子。我们三克多，那我们现在市场上900块钱一克吧，不是900块钱一克是什么呢？是金子的价格，我们按450再乘以2，也就是说900块钱一克，那3900-2700，啊，这就是来价了，啊，他卖4500，基本上就是翻了一倍啊，这个厂友要知道一下子。你能听明白我这意思吗？就是纯一线的，像这种金饰，那个东西是老的啊，是宋代的。送来的金饰啊，但是在行内一线拿货价格就是2000多块钱，但是他卖刚才卖4000多嘛，啊，4500嘛，是不是？厂友听着了哈。
老辣啊，这才有这海麦，有的时候会看到哈，可怕。这个咋卖？那个有兴趣得问问。这不是什么高货，就沾一点绿，糯料，我那个什么，那个糯化，就是糯化。嗯，你得先打电话问一下子。你这么的吧，别打了，我给你出个价格，嗯、你看一下，2000。那不可能。啊？不可能。嗯。那行。胡椒啊。什么夹子？你说。夹胡子。啊，是是是，对。这是藏传地区夹胡子用的，薅胡子用的，准确来说。那我们男人有几种方法，有的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刮胡子，还有一种呢用绳去剃胡子，就用绳两根绳可以把胡子夹折，这个可能有的常有知道。还有一种就是薅啊，这个小年纪的东西，这个多少钱了吧？嗯，挺有意思，嗯，很有意思一件东西。啊？给我了啊！哎呦，你再不让我都有点后悔了哈，给我了啊！你捡漏吗，兄弟？我捡漏了。今天晚上哥这不刚到点最前头，就没开张，我就不卖了。东西没事，花钱都花了。你再不叫我，一会儿钱我就花没了，真的。我这一圈花在别地方没有路费了。要我能卖吗？哎呀，他剩他妈的，我就内蒙的人，剩几百块钱路费了，我要我能卖吗？支付宝，我给你。啊？嗯，支付宝。支付宝。嗯。找相册里的。刚才800块钱，老板不卖啊，这老板想明白了，给我了，啊，我刚才一个小时之前，老板不卖，老板不卖，啊，搁这了，没搁这了，哈哈，王总啊，这东西就是，嗯，当时搁这东西来的确实是贵，我今天刚到这儿就为了出题的，这个盘子好，盘子好。我要不是1600的，真的。1600，支付宝吗？那是。是支付宝。嗯。哥就是想还是开个张，我说。好。等着。确实。让他玩。玩吧，这东西。玩的，给他玩是吧？就一个串，完了别个支付宝，完了我就转你那支付宝里了。800块钱，你看钱，嗯，看吧，老弟，有啥能研究的，咱研究研究。小本本的啊，这是我下乡抽来的。这一套。啊，看见那是那对传统的了，啊，这个我就这多少钱啊？嗯，这多少钱？就为买来的，这沈阳的，哎，少1800不买。嗯，有一个不会古董店有一个。这个我这个不行，我这个没太喜欢，不喜欢。嗯，不喜欢，就喜欢这个。这东西在早起，这任何时候你就买牌。行，这东西哥，要是我这个以前就嘚瑟，我嘚瑟以前出过2000都没卖，这些卖个好价钱。给你2000都没卖。那是那上网上，今天我你看我看一下，你看看我这路费都没有了，要我能卖没？那明天再不卖货，我走回来路费都没呢。
乐平，你这样住店也没付钱呢。哎呀，要我能卖给你吗？行行，乐平乌劳特的都远的。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好，再见，再见。好，我捡漏了哈。哎，我们捡了一个串儿啊。我跟常友说一下，这个串儿啊，盘的特别好。啊，盘前一段时间捅的出了个事儿，全中国都炸开锅了。有一个主播在拆捅的过程当中，一下抠出，一下在普通捅的当中，一下拆出一枚很贵很贵的孤品啊，就是博物馆都没有。孤品，那这个正在直播，他直接就拆出一个孤品来，他也没有想到，完了不到三个小时，警察直接干到他家了，直接把这件东西给没收了，而且把这个人抓起来了。捅玩捅的，你可以，你玩普的没关系，但是你真搞着好的了，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也是真抓你了。在这里吧，在这里我们很难成交这个瓷器，因为它这个交流会里要的价格都比较高啊。这多少钱？这个300，150行不行？你看哈，这样那个等着我们来的价格就是我刚才跟他说的这个价格。那他呢有费用，他在这边有费用，他也要赚钱，所以说呢他就不会卖给我们。咱们厂友知道了吧？其实他不亏钱，但是他也不赚钱，那他能卖给我们吗？他就是卖不了。那我们只能有的很难成交，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不常见的东西，就是一些孤品，我们宁可多花点也买。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很多的，那我们一定控制好这个价格，啊。这个盘子怎么卖的？这个1500。行，好，能看上了吗？我看一看啊。跟咱们厂长说一下啊，刚才那个盘子是后加彩，就是盘子是老的，但是上面的彩粉头非常嫩啊，知道吗？那我问一下子啊，他说知道就行了。这多少钱了吧？800。有点年纪，小几十年。明火是狗，是活血量的。不狗。800狗。东西不错。哥，你猜他们在哪儿收的？收的？不是，鼓楼。我还说错了，鼓楼。对，所以就是那价儿。不知道，可能地方吧。先上了底价啊。没法给，差了点悬殊。没事。我们一周呢，就是个80几。200，加吧。啊，加不了了，这真加不了了。这花了这六个平，是不是？花高了。你这个东西你要看到民国的话，哎，说心里话，是鎏金的，兄弟。哎呀，这没有用，你就看全是鎏金。哎呀，这东西吧，就是小年纪的东西，就是我说实话啊，回表量的嘛。民国肯定到不了啊，但是有年纪，所以说跟你说这个价，你要行我就拿它。加点，真加不了。一点缝没有，我就能卖到你说那价格，都多说了。开张哈，行行行。
我说你开个张来，支付宝，支付宝有吗，老板？行行，我嗯，这台啥的？嗯，支付宝，嗯，这个也好，东西是有年纪是定了。啊好，开麦老的东西、啊。这是我这花了620还是620来的？你花高了，老板。你是哪儿的人、啊？济南章丘的。啊。嗯。这是老的。啊，这是老的长城。但是不好看的，不好看我们厂友就不喜欢啊，这种国外比较多啊，先穿一穿，再穿一下，这什么呀、啊、这个一个360吧，这是老牌子一个脚的，什么时候不知道，老酒的，也许是什么牛酒，也许是什么那个都不让卖的，不是，不是，蹄子的，酒的，蹄子，皮，这皮，这皮子是软的，蹄子啊，蹄子，对，蹄子，哦、不是脚、哦，啊，你听错了，你以为我说皮子呢是吧？不是蹄子，对。蹄子，如果你要是说，我知道你要说的是啥。如果要是那个东西的话，对对对，那个如果这个东西的话，你刚才说是300啊，对，300，再加俩零，对不对？如果是那东西，再加俩零，这有人说是，是不是？哎，蹄子的，行好，再见，老板。仔细看了一下，就是，但是这个蹄子的和那个。我们所说的犀牛角非常接近啊，非常接近啊，所以说呀、啊、这个他想说的是蹄，就是那个这个犀牛角的，但那个不是，那犀牛角的话那个牌子30000块钱，我啥也不说，我肯定马上就拿下来，因为它特别大，但是仔细看了它不是啊，它是驴蹄子的，厂友要知道。咱们在海外厂友呢也有机会可以关注犀牛角，像一个犀牛角做那么大的牌子可能也能就能做几个啊，它牌子比较薄，可能也做个七八个都撑死了，那你说我说30000块钱贵吗？37才21万，一个在海外的话在海外的话一个驴蹄子它也不是这个20多万能买得到的，或者是说好的品质也要超过这个价格，可惜白瞎了，这个地方还有修，便宜多少钱这个？300啊，便宜，真便宜，这碎的太多了，不贵，不是跟钱没关系，300块钱真便宜，我说实话300块钱真不贵，就是碎了这厂友都不太喜欢啊，这是心里话。嗯，那东西时间还好呢。这多少钱？3500。太高了，好吧。给个实在价，实在价就拿了。3200。你最高能给多少钱？别的了，那我都说了。我自个儿唱戏自个儿来，你店咱来成不了，那店咱来来回觉得对，你闹着我牛给多少钱都嫌贵，是吧？那不是，就是差的有点。能结呀？说句还是你说呀，是吧？1500。买不来、啊，不是1500容易。我那重量都将近，这是139克，1500。
啊，那你是按重量定的价格啊？不是说，不是按重量定价格。你说你这个，那你就买银子，你这个价格买。那你不说咱俩哎上下一拉就能成吗？那你要3500，我就可以给1500，是不是啊？我是说你可以给啊，成不了就是。那成不了的，你再往下降。我降点也能降。嗯。我给你说个最低价吧。嗯。2500少了就不卖了。2500啊。说要3500，要点好我也知道。你要觉得2500能拿就拿。1800，我马上拿的，行不行？对呀。是2300，我2300有点高了。好，再见了吧。就是那个咱打了，咱们也就只能卖到2000多一点，所以说我给他1800。是不是？那这个，但他2300来的，是不是？他说的，那咱们就没有办法交易了啊！好，他买了他家个表，买呀。我每天晚上来过来看电视，我家电视花屏不好。每天他过来溜达。这个300，行吧。300不赚钱。我相信你不赚钱，这说实话。这样，但是吧，就是一口价啊，肯定是。大哥，我卖可能也就能卖到350，这说心里话，我三，啊，给你，给了啊，行。我就不赚钱，我就是交个朋友，十好几颗，再交多少钱一颗？对，交个朋友，交个朋友。关键我看你这非常坦诚，那知道吧？这是家外多少钱东西？就是这个，有的人有的人你要一问他就。瞎胡说了，那你胡说不行。哎，支付宝大哥，支付宝，胡说不行。是你看我一看，我问你，你还承认，确实，所以说，但是确实这个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挑不出来任何问题，没一点毛病没有。这个纹理也漂亮。不往回拿。拿了就不拿，往回拿了。300，我们支付宝到账300元。你也回去卖，这都同行。我这也就是加50。对，就实话。家伙，这就卖。你看这假的，我都靠边儿，这身是假的。说啥呢？增量的，这真的不用摸，连瞅都不用瞅，对不对？咱卖着我也告诉他。对，你看这个是假的，这些是假的。买一下我告诉他，这个100，剩这些挑。32就卖。坦诚，老板，坦诚。对，坦诚，全兜里。现在二代太多了，太多了。不是二代太多，对，塑料的都多。有的都二代都不是。对。这个多少钱？700。这个呢？那个，200。这个最少多少钱？这有一分钱不减啊，一分一分都不能减。行就拿500，包本出，做都做回来现在。对，你要是讲现在做，99的不卖。他做现在确实是做不下来，做不下来不敢说，但是得400-500，就包这个得400-500。对，人是包。
来这么那个啥，成交一单。我不能说那个啥呀，就是再回我都不好意思了啊。你看你实惠，我也实惠。对，咱就得这样的是吧？对，使劲不乱开。你买过我使劲不乱开。我都走了这一百多个房间了，嗯，知道吧？这价格胡瞎胡要的，我不压根就这玩意玩够了。我就可以说不赔钱，行吗？老板，你这么说，我是真心高兴。你就是玩够了，你这玩够了，我就卖。对，你这东西赚钱能赚几个钱？对，是不是赚钱能赚几个钱？玩够我就卖，对不对？这东西，嘎嘎啊！你挣个白八的，对，也就是这样。玩够我就卖了。哎，这东西这玩意儿这不是新的，你知道吗？不是新的，对，是不是？对，啊，这东西现在他妈炒的还那啥呢？炒的高，炒的高，现在。嗯，行，再见，老板。哎，再见。好好好。哎，捡个小漏啊，捡个小漏。光一个跑车抽啥抽啊？我说服了呗，跟我服了，我真服了，你真能忍。我说你骂又不疼不痒，又没打我，对吧？再个你把钱花出去了。哎，那你怎么算到你最后能赢啊？或者你家的人们都是抢红包抢的，能有几个人？多少钱？3000。老板要3000啊。东西老的啊，跟常友说，别误会，这东西老的。喜欢可以还。为啥跟大家说捡个漏呢啊？节目到最后我跟大家都简单的细细介绍，我不介绍的话咱们唱友不知道。都红几乎只能半点一秒啊，能串点八话，这儿八话从开始从今儿开始串，老了变肥了人的我得串，只有一百个人串错，一百十个。二十八干的多，啥肥二十八干的。一天的平均了啊，你这人家等订单。这一盒是卖啊？嗯，最好是一盒你拿到。一盒多少钱啊？这盒？就算你400一个。400一个。16个，这是我都挑的好的啊。4000。你看哪的最好的都买？就是2400，6400。那我天，全是一点。都行，对呀，老的。嗯，行，这是二的。嗯，二的肉。二十那就一个灯了嘛，儿子和老婆就老打，跟老子老打，我老打了光了，就丢件儿的这个。哦，这咋中间有个小球。嗯嗯，来回这么动的。您看看多少钱能要不，哥们儿？明儿早上收摊坐车回家。啊哈。能过就过就完事儿。你这是内蒙古人啊？对，内蒙古的，大头，吉林乌兰察布。哎呀，这壶蹭的。嗯，你一看这东西你就知道了。嗯。就我们这边有对，嗯，有意思。那都是挑出来的，把这不好的都卖了，断腿的，就还有那个蹄形的，都给挑了。一共是30多个，数这16个好。这小子多少钱？您说多少钱合适？你这我都不好意思还。没事，您说。不，不说了，这有点差距，这有点差距，所以说那啥了。嗯。那您看看什么价位合适？就这16个，合适咱做一把。你要打开看看也行。嗯。你要懂的话，也不用打，也能看。3000。16个。我该买的该买。估计你也不赔钱。赔是不赔？不赔钱。对，你们那边多，你们那边多。对，我们那边。你们有。特别现象。别地方没有。嗯，你们那边多，那你再加点吧，哥们儿。
我这都是我得看我钱包得够不够，知道吧？这是心里话，我看我钱包够不够啊？哎呦，还够，真的。你要不够的话，我这钱都付不出去。这个就是小的啊，我给你包场，我卖行吗？好，嗯，行。卖你，我说实话，我就不用回家再慢慢卖了。嗯，麻烦现在。我们那边他妈的，我们那边他妈的问了几块儿得做。嗯，那就没啥事儿。好，支付宝给我。嗯。也不过他，我这他们没好处，我能赖，能捡走，赖都捡走，没的对。没多少对这个货我你看我多说一句了吗？我也没说这个货怎么回事，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货是咋回事啊，就不用说了。现在他妈这个事儿抓得很严，查得很严，是不是？国内查得很严。这说实话，这个东西在国际市场都是大价钱的东西。我们以前是不是四百一个，是不是？这都是大价钱的东西，只要在国际市场四百多块钱一个。我最早的时候买它二十一个，卖了多少？哎，那是最早的啊。支付宝，现在不管是讲的都可以了，我就省了四驴了，再买就没了。支付宝到账三千，好，过去了啊，好，再见，老板，再见了。这个东西。这很少有人会买，那个四千五，这个，嗯，我都说很少有人买，那个呢？Hello，那个小碗是吧？嗯，那小碗六百，嗯，还有啥能漏的吗？四千五啊，东西是老的，是对的啊，蚕蛹。一块石头顶上画的这个，就是我们表现唐卡的这个方法方式，实际上有好多种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不只是局限在画在这个布匹上啊，比如说画在这个，有织锦啊，有织锦上，完了之后呢，还有画在人皮上的，啊，蚕友都知道。那当然也有画在石头上的啊，这都有。好，Hello，各位蚕友啊。我们回到了住的地方哈，这个，我重点说一下这个是我们最后捡了一个漏哈，这个三千块钱啊，我们三千块钱捡的，咱们船友都可以看得到。这件东西呢，说实话，我们不谈国内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是坑里的货啊，这个东西往上追溯的话，时间很久，这个东西一眼，咱们船友都知道是什么时间的。我说一下这个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吧，就这一盒，啊，如果在国外拍卖行，这件东西可以上中拍啊，就这些可以上国外的拍卖行的中拍，可以这么说，除了佳士得和保利，其他的拍卖行完全可以上得去，至少要加个零，至少三万，啊，我跟蚕友说一下，至少三万，啊，剩下的呢，那我们不用介绍了，东西肯定是包老的，啊。这是一个那个佛像啊，翡翠的一个佛像，这个也是我们捡漏来的，这个是一千三捡漏来的啊，这个翡翠的冰种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也是漏啊，这个是200元来的，绿松石呢，就是有一些色有不均匀，不是这个石头不均匀，是染色，不是，是这个手汗浸的啊，你随着这个盘的时间长呢，它颜色就非常均匀啊，这一串绿松石200块钱买的，你买啥去啊，多便宜啊，是不是啊，哎，这里面带个小坠儿啊，200人民币太便宜了啊，就做这一串珠子手工费还不得50-100的。两只小碗。实际上它是喝酒的啊，喝酒的也可以，喝什么都可以。过香龙题材啊，只要挂上龙这个题材，这个价格呢就非常的高啊。但是我们这个是750，两只呢花了1500块钱来的，真的很便宜
啊，很便宜。之前呢，咱们厂有管我要这种碗的，这个碗好像是出给厂友，应该是1500多吧，还是1500还是2000，我记不住了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真能捡到漏，这个绝对是漏啊。这个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一对的价格买一只啊，都买不上啊。如果这个东西呢，正常是康熙的，我说一下年份啊，这个就是光绪左右的啊，就是清中晚期和清晚期左右啊，这一对全品啊，没有任何磕碰什么的。你像拿这种碗啊，釉水非常好，锦皮亮釉，看啊，稍稍有一点，你看这个位置光线过去，这个位置有一点疏油点啊，这个位置稍稍有一点点疏油点，这个就算瑕疵啊，剩下呢几乎没有任何瑕疵啊东西。现在你要柴窑烧制一个新碗的话，就这么样的一个新碗，你这个价格都买不下来啊，这个是非常实在的话啊，这个是漏啊。咱们柴友呢，有喜欢的可以那个可以留言啊，可以留言，也可以回头啊，我私信我也可以啊。这有一只，这只是多少钱？这个老板嘛，当时看的视频的时候呢，大家看到了，当时那个没有拍上，没有录上啊，他是800块钱，我当时他要2500，完我给他800，他没卖，他说不卖，他说有点开玩笑了啊。这个非常好，尺寸非常大啊，这个基本上2.5的尺寸啊，非常大。这是什么材质呢？我跟厂友说一下呢，这是骨头的。由于啊这个包浆比较厚重，而且盘的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呢无法识别它是什么骨头。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一定不是刺的，这个有可能是猫的，我只能说有可能啊。因为刚刚到家里，我就直接就跟大家这个录这个结尾的，把东西展示给大家了。屋里灯光呢也不是特别好啊，现在屋里灯光非常昏暗啊。800，后来呢，他那个摊主啊，老板呢，寻思啊，又卖掉了。其实他确实不舍，这件东西如果正常的话，没有个1500以上，你是拿不到的，啊，手头非常重，手头的重量可以这么说，绝对是顶级的。就说白了，他这手头的重量，绝对是大猫啊。我们知道大猫是啥意思啊？说白了就是虎骨啊，绝对是虎骨的重量。这是不容置疑的啊。但是它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骨头呢？也有可能。因为什么？因为有包浆了，我们在识别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它绝对不是驼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驼骨的重量也很重，但是它的驼骨的这个纹理啊根本就没有这么细。你看你这个仔细看上去之后，它根本就没有骨头那个纹理啊，所以说这个骨头非常细，而且不盘个5年或8年以上根本出不来这种效果啊。这个上个人用了很多心血啊，所以说这个800块钱来的，人民币800，折合美元才100多美元，多便宜啊！哎，真的很便宜。这只呢，在欧洲市场比较常见啊，这是一个烟嘴，这个是海泡石加这个这个应该是12K 鎏金的啊，老板说是14K 还是18K 还是没说，我记不住了。这个金属呢是12K 金的，完之后呢海泡石底下烟嘴呢是这个蜜蜡啊，这么一个，还带了一个原生的小包，哎，是不是很廉价呀？啊，多少钱来的呢？300还是400啊？400吧，好像是400啊，才有这个，我有点也记不住了，反正很便宜。这个其实不太适合咱们柴友在国外玩，因为美国有一点欧洲比较多，这个东西欧洲比较多。说一下这个球呢，我也没多说。之前呢我问老板，我说这个是哪儿产的，老板告诉我缅甸。我一听，我看这老板挺诚实。如果不诚实的老板呢，他会说是哪儿产的，他会说是什么乌克兰啦啊，波罗的啦，啊，胡扯一套。但是呢，这只确实是缅甸的，啊，
我们所谓的根破啊，就是大家在视频里也不用多说，多少钱来的呢？300人民币啊，简直太便宜了。这个大概有十几克这么一个大这个锁骨珠啊，就戴在我们脖子的锁骨上啊，这个位置锁骨珠我们可以管它叫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珠子啊。说实话就做下来手工费没有个150啊，你真的不一定有人给你去做这个。有的人说你这个，说王老师你这是不是说错了，一个珠子你怎么能150呢？我跟大家就说就这样，因为它的原石啊，它的原石是不规则的。那我们在取这个珠子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取的越大越好，那一定不是机器上去取，咱们唱友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就先基本上做成一个方块形状，就先给它取一个最大的方块，完了之后再在这个方块上再开始给它变成圆形，那一定是纯手工制作，搁机器取唱友就浪费材料了，因此它手工费要150人民币。那300块钱贵吗？真的不贵啊。根破呢，我在我的视频里应该是有讲过它的形成，也很巧合，是由这个火山喷发啊所称出来的这个杂质岩浆和琥珀啊，或者我们说和松树油子结合了形成的一种珀，我们称之为根破啊。这个真便宜。有常人喜欢的一样私信啊。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啊，这个呢这对是这个啊，对是这个，这是我老板说是民国的，我跟老板说不是民国的，但是实际上因为在这个传销会上嘛，认识也老板，我和老板之间也不认识，说的稍稍有一点违心了，是我违心了。这件东西呢可以至少看到民国晚期，大概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解放后的可能性非常小啊，这个应该就是民国晚期左右的东西啊。你再往前提到清代的话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这是一个小链，多少钱呢？200块钱啊，给了老板200块钱啊。这上面这是镀的一层金啊，咱们常常想一想，镀的一层金200人民币，便宜便宜啊，太便宜了，你比你戴那个真金的那个颜色好看多了，这包浆这都是70-80年80-90年的东西了，是不是啊？哎，200人民币多便宜啊。啊，回去简单的清洗一下子啊，这包浆多漂亮，外面还有一层镀金，哎呀，这个镀金呢在视频里看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我在现场可以看到黄，这个黄齁在现场这个颜色要比这个手机里头要偏红啊，偏红很多。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小盒哈，这个盒呢我们多少钱来的？240啊，因为250不好听，240我们给它加一个价。这个盒是后做的啊，大概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的这个佛造像老的啊，这里面的佛照像真老的，但是我不知道，我有点懵了，知道吧，常友？这件东西呢，我回来了又看了一下，我没有走眼，这个能打开吗？但我们就不能给它打开了，我没有走眼，这件东西是老的，老板竟然要300块钱，我这个真是很难理解啊！所以说我在他屋里逗留的一些时间，我先看他东比其他东西便宜便宜，但是其他东西不便宜，你比如说像他那个底下有一个这个座，那个座呢它要4000，实际上那个座2000块钱值，真精品真细炉，只不过木材的材质不好，就是大红酸枝的啊，它不是什么小叶紫檀的海黄的啊，如果是海黄的那个他妈的40000我也买啊，那不是，但是他要的价格挺顶啊，我可以给到2500，但是他说的很决绝，他说3500块钱少一分他都不卖。那这样呢我们就买不了了，但这件东西呢不知道他怎么搞的他就卖掉了啊，240啊，这个是便宜啊，真的很好，这个照相的开脸呢还有雕的不错啊，
我觉得捡漏了。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件东西啊，这件东西也真的挺好的。这个老板当时说的是什么呢？说现在做也做不下来啊。说的是，我再重复一下是什么意思？是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上面的左和右面这种这个包的这个银号下来之后和它连成一体的这个部分，老板说的意思是500块钱做不下来，但是我跟负责人跟大家说，因为这种一定要是按照这个形制来镶嵌嘛，那这个东西在现市场上买不到现成的，这个东西300块钱，就做下来材料加上这个手工费至少要300人民币，要不然真的做不下来。那他所包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下面的这个铁啊，这个我们就叫它铁吧啊，这个就是铁材质的。这件东西老的啊，老到什么程度呢？很难断定，就是具体说，比如说100年啊，当然不是100年啊，这件东西呢至少500年以上啊，我能看到的就是500年以上啊，这么一件东西啊，少数民族的啊，藏传的，现在藏传的东西炒的价格很高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绝对是漏啊，绝对是漏啊，500块钱的，那我们就不跟老板讲了，拿下了啊。好，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有喜欢的呢私信，谁先抢到算是谁的。